Hello，Hello，hello, 各位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一个很，你不能说特别啦，就是一个日子就对。今天是你的生日。对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然后各位猜一猜，不用猜了，老粉应该都知道，今年已经步入第38岁的年纪。嗯，好老哦，我们两个。我早就破40了。对啊，两个老嫂子啊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，我们今天的计划呢，就是因为今天是平时天，所以白天基本上也还是该上班就上班，该工作就工作。嗯，然后晚上的话呢，我们要去吃一家餐厅。对，然后这家餐厅呢，是我们之前一个来到昆明之后结识的一个小哥哥朋友，他带我们去吃了那家泰国餐厅之后，我们觉得那家餐厅呢，就环境也特别好，然后菜呢也挺好吃的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一次呢，就带着我们的家人，然后去吃那家泰国餐厅。对，然后在这里要，你说吗？在这里要感谢一下那个小哥哥，就是他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之后呢，他就非常大气的说要请我们吃这一顿，然后立马就往他的会员卡里充了差不多2000块钱，然后把他的会员卡和卡号给我。其实，对，是大可不用啦，就是不用那么客气，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去出这个钱，但是还是要感谢你的心意。对，你的心意我们是收到了，谢谢你哦。谢谢这个朋友。嗯，然后今天就是在我们去餐厅之前呢，就是想要来一个小回顾，主要就是回顾一下，就是历年来你给我过的一些比较有印象深刻的一些生日，或者是一些纪念日。啊，因为坦白说，我是一个仪式感没有那么强的人。嗯，如果是一些重要的纪念日或者是生日的话，其实我都就随便，不过也非常的没问题。嗯，不会说特意要去准备什么，对吧？嗯，但是威力是一个不知道浪漫的人啊，仪式感非常强的人，所以他就是一定要搞一些543的一些东西，小东小西，小东小西。然后我来讲我印象深的一次。你一直拿的这张是什么？就是当时拍的一张照片，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能够看得清楚。这个是我刚跟你认识的第一年吧，是不是？你过生日的时候。差不多。然后那天的生日的状况是，我们本来说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外面嘛，还在温哥华。那时候呢，那天下班之后呢，就说那一起先去吃一个晚餐，然后我们就去吃了一家法国餐厅。然后呢，哦，对，回家之后呢，一打开那个门呢就很黑，然后呢就有一些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一些朋友就跳出来，就说什么生日快乐呀什么的。然后那个家被完全就是被布置的很像一个夜店，各种当时的室友啦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室友的朋友，那室友是正儿八经的室友，就是因为在温哥华嘛，房子也比较贵，所以当时大家基本都是一起来出钱共同租一个房子来住。然后这里面有男生有女生，对，所以他就安排那些室友就是搞了这么一出，给我一个应接不暇，然后就是当时很尴尬，然后还在那个墙面上写什么生日快乐之类的。路易生日快乐。 对，这一次生日过掉之后呢，之后的生日我们就跟那些室友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来往，之后就变得就是只有我跟他的时候，他也是来给我来这一套。然后现在附上这个照片，有这一张。对，然后呢那一年呢，你说的这张照片是温哥华，就是34岁的那一次啊。是温哥华的吗？对啊，温哥华的。就温哥华的那一次也是，那时候我们已经跟表妹在一起住了，其实已经没有不需要那么多仪式感。然后那一年呢，好像是你是有去买什么气球，对啊，就是看这个 照片就好了。对，然后你就是去找一个还是那种一般的人家，有点像是小商贩的那种，然后去找他买了气球，然后吹了那个气球，然后摆在那个家里。我开车特别去那个他家，然后他在他们家车库把那个气球充起来，然后我又放在车子的后座，然后这样载回来，然后又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不在家，就是我在家而已。我在吧，然后我就布置这样。还在工作。然后呢，第三次呢是去年在深圳的时候，
也是给我去搞了一个那个挂的那个什么，在附上这张照片，生日快乐的，对，一个生日快乐的一个横幅，然后搞了两个气球，重点是那个房东的那个墙也很烂，贴了那个横幅之后一撕下来，那个墙纸就掉，然后最后搬家的时候一两百，还被罚了200块钱。对对啊，所以的话，你看这个就是他给我的生日，每一次的生日的惊喜。那坦白说，虽然说我不是一个很浪漫或者是形式感很强的人，但是每年的生日礼物也是很舍得砸钱吧。你说你买给我？对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的。我因为我是比较注重实用派，我可能不会去搞那些气球或者是搞横幅这些，我觉得比较没什么用的一些东西。但是我会比较，比如说他想要做自媒体，然后却想要一个大疆的相机。摄像机，这样方便他录拍视频，二话不说就去买啊。对，就是现在这一支啦，对，你们拍摄的这一支。对，然后比如说什么还有名牌包啊，想要一些名牌包啊什么的，二话不说就买啊。所以我就是走实战。哦，还有之前是买电视机，那时候我们刚刚搬到一起住，然后就觉得生活好无聊，每天电视机还有游戏机都不知道干嘛，然后我就去，那好吧，我们就买个 Xbox 吧，然后再买个电视机吧，然后就买。所以我就是走实战派，就是没有那么多花花哨哨。对啊，我是喜欢走花花哨哨，就是横幅啊、小气球啊，还有那个蜡烛啊、荧光棒啊，烟火那个叫什么仙女棒？仙女棒，对对对。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的人呢？你是比较是实战派的，还是一个比较注重仪式感跟浪漫的一个人？请你在评论区或者是在公屏告诉我们。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准备，然后就要去餐厅去吃饭啦。到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大家拍我们今天的餐厅。今天的晚餐呢，是在这家在海乐世界里面的叫太爽的一家餐厅里面吃，是上一次一个昆明的朋友带我们来这边吃过一次之后，我们就还挺喜欢这边的环境和它的菜色。他们家是主打泰国菜的，然后环境也特别的好，可以来看一下，特别的优雅，比较有异域风情吧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日餐，然后首先是一个素菜瓜煎，一定要吃一点素菜。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汤小份，然后这个是店家生日送的一个果盘，这个呢是牛肉粒菠萝炒饭，最爱吃的菠萝炒饭。我没给忘了，我有个几个。哦，这个肉少。这个是大烤盘，可以看一下，有烤鸡它的一个特色，然后还有烤牛肉，各种烤猪肉，各种烤。这个是油炸的，全都是炸物，有炸的鸡腿，然后各种炸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。那我来许愿，许三个愿望。啊啊，就一个心理了。我全部都不想跟你讲。这个蛋糕呢是没有糖的，然后好像没有面粉那些，很适合长辈们吃哦。细心哦，会厉害。